床到浴缸35步，从浴缸到马桶5步，从马桶到电脑18步，从电脑到镜子20步。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重复着一张张地图。什么车？如果没特写呢，肯定是青蛙男。哎，不错、啊。观望先，坏人就真相。顶楼上要钱吗？不会吧，我没这么好运气吧，哈哈。可能我们运气都不错。 Come on, 上车。不敢啊。想继续约会的话有3个条件。哎，还有条件呢，有意思啊。你说吧。就一天，不能多1分钟哦。不能少1分钟哦。条件2，地点我来定。开什么玩笑，天天在这张地图上跑来跑去的，完全没刺激啊。没事吧？嗨，没事儿。看样子你平时喜欢宅在车里啊。这次你也有机会宅一次了。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刚才我没告诉你吗？刚才？开玩笑呢，这一十字路口啊。这地方有什么可玩了？早说没意思了。每天等红绿灯都是一种折磨啊。突然想，小时候这里是什么样呢？唉，小时候马路上可没这么多车，
到处都是自行车，滴铃滴铃地响着。小时候总觉得很安静，时间都过得特别慢，天也总是很蓝。我记得我总是傻笑，好像全都是高兴的事儿。哎，你发现没有，小时候的人都特别简单。可能那时候吃的简单，想的就简单了。现在的人都很复杂，谁也不相信谁。路多了，人就容易迷路。有时候回忆过去，就像做梦，感觉特别不真实。现在的我们每天都像在电影里活着，更假。哎呀！哎，王总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，不是说您，是说您。王总，对不起啊。您别催了，哎，把那活马上弄，哎，哎，那活，然后就弄好了，我马上给你啊，你放心放心啊，哎，放心，我办事你放心。看什么看呀？哎，我请你看电影吧。就在这儿看电影吧。他们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？啊？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是他给你的信。为什么他自己不给我？以后你少问为什么。你可真会编故事。哈我猜到他们发生什么了。我电脑完蛋了，你赔我。哎，明明是你碰的我，好不好？小伙子，你不能不讲道理啊！哎呀，有人打我儿子，快报警啊！你们是一伙碰瓷儿了？笑什么呀？你没看他们都戴着白帽子吗？是一伙儿的。那他呢？等着瞧吧，这事儿绝对没完。我抽死你丫听的，你丫给我站住，你听见没有？倒霉的其实是他自己。嘿哈，信不信？哎呦，不一定哦，也许他们会相爱哦。嘿，蹦蹦跳跳的就是我。身材不错，是我的菜。讨厌啦，看人家身材。哈哈。其实这样已经很久了，已经整整三个月了，我没有设计出一条线。
好像所有创意完全枯竭，一片灰。算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已经到了目的地，又能怎么样呢？走，上车。这才是目的地。啊？看来，我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了。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没有任何希望，除非……Our pretty place, open, raining in, room yellow blue. 要么我送你回家。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嗯，给你这个。再见吧，老婆。其实重要的不是地图，而是你的方向。所以每条路都是一次冒险，每个地点都是一场奇遇。泡芙小姐的地图，从日常旅行到非常。要是香水开了人唇膏，扑克算了雨伞手提包，物是人非比寻常。